们杀了我族人！为什么你们冲我来呀、你们冲我来呀、你们妖族再敢执迷不悟，我们仙界也绝不手软。我要杀了你们！我真的没有说谎，我找到师兄遗言了，阿九他真的不是凶手。之前跟公狐狸见一时，你不是说过无论如何都会相信我吗？为何就是不肯信我？现在根本就不是我信不信你的问题，我信不信你不重要。怎会不重要？阿静，别再叫我阿静了。阿静这个名字已经跟大泽山一同消失了，或许没有在大泽山禁谷捡到那颗水凝兽丹，结局会不一样吧。你后悔吗？后悔过。